有的同仁们对这部戏真正用心、用心、用情的付出。今年最大的亮点《基督山伯爵》，我相信一定会让沪上的观众大呼过瘾。都有我们的这个戏能够顺利首演，等待与希望与所有人共勉。谢谢。基督山伯爵首演成功。加油，明天就要见观众，然后作为我们的总制片人和艾伦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我已经刚刚已经激动的跳起来，真的是不是太差了？真的好，真好，真好，我可以给他100%的信心。加油，加油！让我们看看其他地方。